这一罐要吃铁，这一罐要吃叶酸，这一罐要吃钙，可能是年纪大了吧。哎，我今天吃这个了没？我今天吃铁了没？完蛋了，那我会变成多吃。你在吃这个营养食品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啊，我今天有一种安心，一种很特别的 body refresh 的感觉。之前我在补充其他营养食品的时候，我最常遇到的就是我之前可能会这一罐要吃铁，这一罐要吃叶酸，这一罐要吃钙，然后甚至还有其他的营养食品。但是我可能是年纪大了吧，有时候会问，哎，我今天吃这个了没？我今天吃铁了没？就是完蛋了，那我会变成多吃。但是 VegCare 它这一罐它就包含了铁、叶酸、钙，然后 DHA， 然后还有维生素 B 跟维生素 D。基本上你只要一天吃两颗，你就可以补充卫福部它指定国人需要补充的营养剂量的50%。那其他其实我们非常建议是我们是从原食材去补充。那我觉得我自己在推广素食也是，我们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变成一个素食者，其实你只要三餐里面你少一餐肉，基本上就有一个动物的生命被你拯救，然后你也为这个环境尽了一份心力。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做什么事，就跟我今天在推广 VegCare 这个营养食品一样，你不是一定要吃这个牌子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你可以试试看。